天要吃上饭特别容易，电视上放广告，猜广告内容。他们广告很厉害的啊。其实我是泰国人，我这种聪明的这种东西一直往上涌。我知道了。然后，对啊，回去。你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吗？是的，都已经播了那么多秒了，我没看过。海娜，你是看过？大概有三次机会，你可以浪费两次的。要冲，管他呢，殡仪广告。走开！你看，仔细看啊。美瞳。杀虫剂。走开。席慕斯床。走开。狂犬疫苗。不是啊。哎，这个会不会孙悟空啊？走开。苍蝇拍。走开。我送给大姐点东西好不好？这个产品一定是我在就不会出现。我好像看过了。没事，有三次机会呢，说吧。好，我们再次欢迎 Max 和海娜，他们俩也泰国版的日本地图，重现一下这个场景吧，好吧？哇！来了吗？他不行了。啊，换一线，换一线，准备好了没有？预备，开始，演个炸毛的炸毛毛，对。猫要磨爪子的，对，猫要磨爪子。这是什么章鱼？中国陆地上的水母猫。这样，我们让这两只猫做一次，来。太恶心了。兔猫。王炸！刚才那一幕，泰国是有拍恐怖片的气质。在我这个角度，说猫来的，我真的有吓到，你知道吗？这太恶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去狼柱古村，耶、yeah. ！这个点呢，应该就是赶到他们泼水节的时候。Let's go， 嗨起来！不对啊，旁边有人在准备了。这不是泼水，是被泼。哇哇哇！这个太冰了。耶！哇！哇！太冰了，太冰了，太冰了。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武器，哇，双枪！走吧，这时候咱是不是要团结一致了？同志们，拼了！哇哦哦，冲！哦 ，Oh my god！ 好爽呀！哇！来吧，迪卡！和水有关的成语吗？我知道一些，比如说，车水马龙，如鱼得水，然后遇水则发。在我的街心泰国，泼水节期间，街上总是，车水马龙，相信五哈屯来到这里一定如鱼得水。因为我有听说一句话，五哈五哈，遇水则发。本周六周日中午12点，锁定五哈四，看我们如何玩转泼水节。可以给观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泼水节吗？泰国泼水节是我们一起泼水的传统，意思是洗掉过数的不顺，迎接新年的到来。这个月天气非常热，我们一起泼水很热闹的。我们武汉也有一个类似的词语，五哈五哈，遇水则发。五哈五哈，遇水则发。意思就是在武汉遇到水就会有好事发生。那一定要加油喽！周六周日中午12点，关注。五哈四，一起遇水则发。